Zvlášť odspěda všeho fešenia. Isla vaším boroska. Oba je som šekanány, še poenčím jinko čučen nagru. Jinko na jistaka, pevnášť. 这一下，哎，我都对面那道，今天真好哎，你顺路吧。 Ale mi je pevnosť pieknejšia.现在做流行音乐，不是古典音乐，你拉的商业一点嘛！哦，不好意思啊，监制，可不可以具体的说明，怎么个商业一点呢？我要像歌手这样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伴奏要跟得上，性感一点，知不知道？再来。对不起，我想我不太适合。哎，浪费时间，明天我找别人啦。不用做啊。喂，好巧哦，你认不认得我啊？上个礼拜下雨的时候，你帮我挡过雨啊。 我们真是有缘呢，我该次送你。不用了。顺路嘛。你知道我住哪里吗？啊，台北有多大，一定顺路的。走走走。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你带带路吧。哎呀，惨了！这里是哪里啊？你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啊？我刚刚搬新家，哎，怎么办呢？ 来一根吧。我不抽烟啊，抽烟不好啊，会引起癌症、心脏病、呼吸系统的毛病。你真像个唐三藏哎，好像很好吃。哎，到了吗？哪一栋啊？你一个人住啊？ 下次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我就会吃掉你。这稿子还没写完呢，不见了。 掉了计程车，是公车，被风吹跑了，被狗叼走了，都不是，是大事还是小事啊？大事了。是什么大事啊？小俊，你翻译第一集还是第二集？那你翻第一集还是第二集？你翻译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你到底翻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第一集。哎呀，我都跟你说了，我翻第一集，你翻第二集，你又翻完第一集做什么？是不是要出两个版本，看谁翻的好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弄错。伊莲，是那套鬼书《Diatopo Comte Obitena》什么时候会出啊？得给拖多久？差不多一个礼拜。你马上回去翻第二集。不要了，不要了！我刚才搬新家，不想搬了。你为什么要搬家？我翻译第一集的时候好阴凉，还装鬼呢。那我翻，你做编辑，你发薪水给大家，整间出版社租给你好了。那我翻喽。In the night, filled distorsive thoughts, as filled to einem Pfad in die Hölle.Eine Frau eilt nach Hause, sie läuft der Angst davon. Noch weiß sie nicht, dass der Satan sich so bald zeigen wird. Wenn du noch mal hierher kommst, wirst du sterben.Was das Mädchen nicht weiß, dass durch die Spalte unter Türen und Fenstern der Gott des Todes einen Weg in das Haus finden wird. CNN takes you. 这次我要介绍的地方是剑湖。剑湖是各大小学举办夏令营的热门地方，而剑湖位于台北市郊，里面有营地、健身场，还有烧烤场，几个类型机动游戏。好好，音乐造诣很好，拿首节庆歌来听听。什么节庆歌啊？就是很热闹节庆的歌啊，像生日歌啊。生日歌会不会？当然。那圣诞节呢？那新年的歌呢？恭喜你，你会不会啊？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喂，不够。端午节，端午节，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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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它动它。
节了。哼，明天来上班啊。混口饭吃吧。我以前在法国学习厨艺，现在圣诞节要做圣诞大餐，到了新年呢要做新年大餐，端午节要做端午节大餐。你有实力，有机会到维也纳，有朝一日你成名了，我不会说你在这里做过的啊。谢谢。好不好听啊？好听呢。那先吃点东西，吃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吃一下，不要老是吃不听哦。你呀、啊，你呀、啊，你还吃？开始喽。你先看看，乔治，你看看嘛！不行，不行，不行啊！不会吧？这首诗是波兰女诗人菲斯拉瓦什·波罗斯克写的，她还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知道，我知道这首诗好。那波小学拉什公维西亚没市场嘛？有的。能卖多少啊？一万本。一百本都没有？你是不是想要没工作？是不是想要我破产？是不是想要出版社关门呢？你不出版都听一下吗？看我翻译的如何？哎，好了好了。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拼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喂，等等，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哇，你打来的正是时候，救了我一命。去哪里吃饭？来嘛，看看你长什么样。阿姨，你根本就不会看。没关系，我看你啊。猫猫，你有空吗？我翻译了一首诗，蛮好的，和你分享一下。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拼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为美丽。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但是自街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他们也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或是在人群中喃喃到处的对不起，对不起，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到处的打错了。喂喂，请问是藤安书店吗？你打错我哦、啊、对不起。但是我早知道答案。是的，他们并不记得。他们会很压抑，原来缘分已经戏弄他们多年，时机尚未成熟，变成他们的命运。缘分将他们推进去离，阻挡他们的去路，忍住笑声，然后闪到一旁。
绣花枕头，人长得标致有什么用啊？三个月不交房租，下辈子再也不做给写文章的女人了。真是，哎呀，你见鬼了！你眼睛长哪里去了？你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美女。小姐，小姐，啊！哎呀，糟糕了，糟糕了！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办了？怎么办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小姐，啊，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捡，我帮你捡，我帮你捡。行了，行了，我来吧，我已经湿了。不好意思哦。那要不要下去啊？不要了。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哇，你这首诗写得很好啊。我也那么厉害就好了。这首诗是波兰女作家 Wisława Szymborska 写的，叫做 Miłość od pierwszego wejrzenia， 就是一见钟情。哦，那你会波兰文也很厉害啊。你这首歌也写得不错啊。哎，我有这么厉害就好喽。这首歌呢，是英国作曲家 Edward Elgar 的六首给小提琴的简易之歌，其中的第六首呢。嗯，那你会拉小提琴也很厉害。时间尚未成熟，变成他们的命运，缘分将他们推进，去离，阻挡他们的去路。忍住笑声，然后闪到一旁。我就叫纳克文。我就是我就是那会我就是我就是那会我就是那会喂哎嗯Thank you.
你上次玩旋转木马是几岁啊？13岁。你上次玩是几岁啊？15岁啊。那你在哪里玩啊？剑湖啊。那你呢？我也是在剑湖啊。这么巧啊。那年我们学校的夏令营去了剑湖，在火车里面我见到了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孩。原来他们学校也是去剑湖，但是我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害羞，整个暑假一句话都不敢跟她说，她也都没有看过我一眼。自从那次以后，他还是没有看过我。没多久，夏令就结束了。从剑湖回台北，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站，我始终没有胆子走过去。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但是说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写错号码，还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或者我这一生都不会知道。其实我现在对他的样子已经很模糊，我只记得他的学号是784533。你是763092。我一共等了你21个站呢，等到你都下车了。把你电话号码给我。真的很糊涂。对呀、啊，我小时候妈妈常说，如果我的头可以放下，我一定弄不见。你的包包呢？
你在吓我？我今天没有带啊。什么没有啊？你还把稿子调出来啊？哎呀，你那甩指令！不是啦，草地啦。啊，对对对。帮我拿一下。是啊，你电话号码给我。好啊。你电话几号？你电话几号？2477-1617。2588-2718。打给你。打给你。我收到房租，我就请你吃饭啊。我收不到房租，我也请你吃饭。哎呀，好了好了，改天再说好了。好。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好婆也是热情热。哎呀，过期了，没关系，爱情能医百病。7-0392，晚安。7-84-533，晚安。不舍得睡。哎呀，睡着都会笑醒。请问你是不是7-84-533？你打错了、啊。对不起，我想找7-0392。打错了。
请问你是不是7845333？什么？我这里是快餐88。哦，不好意思，打错。快餐88，有没有切一下你这味儿啊？什么？我这里是快餐88。不好意思，打错了。今天吃什么？牛肉饭。哦，一个牛肉。等一下。喂。是不是七八？是不是快餐88？对啊。有没有送外卖？送。吃什么？我生病，我吃什么好呢？吃药啊。有没有不怎么油腻、清淡一点的东西？吃鱼喽。我不吃鱼啊。怎么这么麻烦啊？那吃鸡啊。好吧。哎，你等等。喂，快餐88，有没有吃一溜？有没有外卖送啊？有，你等等。喂，地址。富锦街10号4楼 A。电话。2198-1587。知道了。喂，吃什么？我有点生病，有没有不油腻、比较清淡的？吃鱼喽。我不吃鱼。吃鸡吧。嗯，第一次。嗯，好啊。地址呢？富锦街10号4楼 B。电话。2108-7591。好，知道了。小心点啊。外卖放那里啊？多少钱啊？120块。谢谢。怀才不遇的音乐家。只不过是张烂纸，那么紧张干嘛？是电话号码。哎，这里能不能到4楼 B 啊？过不去啊，下楼梯，从隔壁门口进。好麻烦哦。模糊怎么看得到？猜一下或者猜到呢？那你猜不猜得到？丢掉它了。
今晚平安夜，客人在陪着你。这个时候，你是否在街上流连，等着十二点子夜的来临，还是兴高采烈的开着派对？送给你今天的点题曲《圣诞钟》。喂，是罗恩啊？感冒还没好啊？又是刺激丝喽？吃了十几次，当然你啊。吃鱼吧，我家师傅不要把你弄得太腥。好，知道了。喂，是罗宾啊？是不是又要吃鸡丝啊？吃了十几次，当然你了。什么？吃鱼？确定？好，知道了。老板娘，两份鱼，一份多放一点姜，不要有腥味。好，知道了，两份鱼啊。谢谢。药已经吃完了，药等电话不下去买。那多少钱？不用了，店里拿的。谢谢。你还没猜到电话号码？很重要吗？什么样的人？女的？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的学号是784533。我们国中的时候在夏令营认识的，十几年没见，最近遇到，交换了电话号码，谁知道被雨淋湿了。你喜欢他哦？不说话就是了。这里能不能看到隔壁？想从这边递过去啊，别这么懒吧。你知不知道隔壁住着什么人啊？你不好奇吗？隔壁啊，住着一个阿婆，很烦哦。不认识总比认识好。哎，还没丢掉啊？人家打给你就是打给你，不打给你就知道为什么。或者他的电话也模糊呢？那天下大雨，哪有这么巧？好心啊！救命啊！我呼吸不了，好辛苦，发烧又发冷，快点叫救护车过来了。复兴街10号4楼 A 啊。小姐，是不是你打电话叫救护车？我不知道，我刚想到杯水喝，
瑞美跑得晕倒了，为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你啦，病得软趴趴的。那我拿点东西。怎么这么久？原来不是我的，我那一台怎么这么慢？好难过。怎么样？哪里不舒服？我前阵子淋过一烧风感冒，熬了很久，退烧发烧，退烧发烧，今天还不能呼吸，晕倒一次。哦，我记得了，你是复旦大学的学妹，外语系的。你不记得我了？哎呀，开学的第二天，我捧着一大束花从门口跳出来跟你说 ，surprise， 那个你医学系的学长啊，记不记得？记得，我还是要他跑走了，以后都不敢走那条路。哎，是年少无知啊！哎，你有肺炎，住院。啊，不住院行不行？我再等个电话很重要的。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你东西都带来了。那要住多久啊？直到我追到你为止。护士，啊，下一个。医生，他病得好重，你看看他嘛。怎么样？哪里不舒服？我前一阵子淋过雨，伤风感冒，熬了很久，发烧退烧，退烧发烧，今天喘不过气，后来就昏倒了。有点肺炎，出去等着叫名字，拿了药就可以走了。那护士。你有没有搞错？不用照 X 光，不用入院住个三五七天啊！你这医生怎么当的？这是什么烂医院嘛？叫了救护车又不来，要不是我上去看他，人死了都不知道。他东西都收好了，为什么不让他住院？拿的东西就可以住院？那乞丐拿的一袋两袋也可以住院喽？浪费公帑！你叫什么名字？我告你，我告死你，告得你全家都倒霉！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他要住就让他住到满意，住个三五七年，住到死为止。那就先来跟他一起住。下一个。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麻烦让一让，不好意思。像你这么呆啊，应该找个聪明的女人。我跟你很有缘，我本来在台南工作，生意好的忙到我脚抽筋。后来我就去花莲，没想到那边也没得偷懒，我就去了新竹，已经没什么事做啦。哪知这边更轻松，我就搬来台北，就认识你啦。今年年头我求了一只好签，签上说我会遇到有缘人，原来就是你啊。我本来在高雄医院工作。后来花莲高薪挖角我去，我就去了花莲了。后来新竹说多给我200块钱，我就到新竹去了。哪知道这里还供应伙食，我就上台北来了。要不然你根本就见不到我。可不可以帮我在家里装个电话录音机？你可不可以去我家里装个电话录音机啊？什么电话这么重要？什么人啊？爸爸妈妈？男朋友？喜欢人家？啊？你还在等他电话？你等得差点死在家里了，你还等他电话干什么？他要打给你，早就打给你了。难道那么巧，电话也模糊了？那我自己装吧。你会帮我吗？会，我当然会帮你。拿来。帮你了，帮你了。他才不会打给你的。有情敌，速战速决。
不？昨天晚上上来看球赛，太晚了来不及整理。今天本来想整理啊，怎么知道你今天就出院了？哪来这么多垃圾啊？你开 party 啊？整个礼拜都有球赛哎，星期一曼联对阿仙奴，星期二 AC 米兰队。你在这里睡啊？无所谓啊，你给我钥匙就知道我会上来。我给你钥匙是要你帮我装电话录音机。帮你整理嘛。这是电话录音，我男人现在不在家，有事留话。什么我男人啊？我爱你。啊？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洗呀、啊？这个怎么改这句啊？我才不会告诉你嘞！这句话我是故意说给654321听的。不过他也不会打给你。说明书呢？没了，丢了。你跟654321没有缘分，一次两次都可以失散，你死了这条心。把钥匙还给我。什么钥匙？你一定有偷打了我一把钥匙。来啊，拿。我喜欢的那个是784533，不是654321。你家水龙头漏水，电灯又不亮，害得我浑身臭汗，当然要洗澡啊！你怎么会有我这钥匙？我偷打的，你不是给我钥匙帮你装录音机吗？这里是电话录音，我老婆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请你留言。你怎么会说我是你老婆的？我待会就让你知道。怎样洗的？说明书，说明书。Surprise！ 嫁给我吧。我在大学第一眼见到你就一见钟情，那天在医院见到你又一见钟情，两个一见钟情加起来到哪里找啊？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对你没感情的。哟，你不知道罢了。不要结婚，先订婚。我有喜欢的人的。就是那个767096，对不对？不是，是763092。就是嘛，连他名字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你们根本就没有缘分嘛。我有哪一点比不上他呢？钱他比我多吗？车比我漂亮吗？房子比我大吗？人比我好看吗？有没有我这么大只？有没有我这么大只啊？看到784533呢、啊，哥哥不开心哦，哥哥不见了784533呢、啊。我们要走了。有没有见过763092？没有啊。可不可以帮我找他啊？那算是答应我了。李冰，认不认得我啊？
斌，你去哪里？快点回来！什么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跟姐姐说啊？怎么了？姐姐不会翻译比比话的。哎，不好意思啊，她平常很乖的，今天不晓得怎么搞得闹别扭。啊，没关系。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比比，快点回来！不好意思，她平常很乖的，不晓得今天为什么那么奇怪。这里是电话录音，我老婆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请你留言。算了，这里是2087591，有什么事情你就讲啊。谢谢。吃什么？牛肉面。哼。哎，对不起啊，路上才吃，路上坐。啊，怎么样？来啊，谢谢。对吧？干什么？吃什么了你？我牛肉面。哎，哼！哎，有没有奸夫啊？奸夫？不要说奸夫了，朋友一个都没有，就连你我也没看过他怨你啊。没朋友就好了，在那么多人当中啊，他最漂亮，眼光四射。嗯。哎哎哎！你看人家多斯文，多漂亮，这才叫女人嘛！啊！摸你的头了！哎，你还给我，你干什么？搞什么鬼啊？为什么每张都有我男朋友？什么？你看。哎。那。奇怪。嗯。这张就没有吧？嗯？哎，真的没有哎。对呀，没有嘛。有，在这里。他们相邻隔壁左右，应该算是有缘吧。哎，在隔壁左右，这样叫做有缘分吗？你做贼被人抓，你做鸡被人抓，挂在隔壁左右，这叫有缘吗？哎，要是你被砍死，他被打死，埋在一起，这样叫做有缘分吗？啊 ？Sorry。哼，你呀，看好你的男人。你才要顾好你的妞呢，哼。
送外卖吧。管他的，少吃一餐又不会死。你这样子不好，行不通的了。才不会嘞！你干嘛？我就跟你说，我们很有缘分吧。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我刚好出现。我啊，就是你的贤内助，世界上最重要的女人。没有我，我看你怎么办？不行的，不行的，你看就知道放不下了。可以啦，试一下。太大了，放不下的。没问题，可以啦。来。不行的。OK。真的不行嘞，不行的，会刮上你的车的。对啊，会刮上我的车啊。你怎么办呢？有了，我叫车。哎哎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点啊，哎哎小心那个马尾马脚，不要刮上了。不用了，真的不用，这样不好。你放心，男人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就是我们有缘嘛，平常我不走这条路的，今天我一走马上就遇到你，算你好运，不然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搬得动这匹木马呢？还有啊，怎么叫得到救护车呢？对不对？冻得要死。谢谢。哎，你也没有比我整齐啊！哎呦，时间到了，准决赛，这场一定要看。传宗，传宗！你够笨。缘分不是这样的，两个人相遇，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才是缘分。如果两个人都不喜欢，就算遇到几百万次都不是缘分。如果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喜欢那个咬着不放，不喜欢那个吓得想跑，那就更不是缘分，而是痛苦。我本来也是很喜欢看球赛，也很乐意陪我上来我在一起看。哎呀！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怕你。踢进了湖北，一比一打成平手哎！湖北，放在这就好。OK OK， 好了好了，麻烦你们。哎，跟大嫂说拜拜了。大嫂拜拜，大嫂拜拜。你这匹木马实在太脏了，我受不了了，我去洗个澡。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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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你的，我更加不喜欢你在这儿洗澡啊！上次你在这儿洗澡，我的浴缸我擦了三天呢。那洗发精是我在日本买的嘛？那天不开心拿来用过一次而已，你用完之后我就整瓶丢掉了。还有那些沐浴乳啊、毛巾啊、地毯，我全部丢掉了。我真的不喜欢你的，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的。这木马是T639做过，我不管多重、多肮脏、多辛苦，我都要搬它回来啊。弄成这样，我怎么下得了台啊？
个吹风机让我吹吹。我很有钱的，我有车有房子。这木马70934坐过啊？784533，上次我们相遇在公园玩旋转木马。你以后再也见不到709394了，这只木马抱着木马过一世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们做朋友好吗？安慰奖啊，在院里啊，不知道有多少护士、病人、阿嫂，想让我到他们家洗澡，还帮我放水呢。哼！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不要再恨我了。哼，原来他们就住隔壁，活该，冤孽他们。你可别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一辈子都不要见面，你不要说出去。我才希望他们三辈子都不要见面，发誓啊！发毒誓。一起。来呀！如果我们说出去的话，就天打雷劈。长穿肚烂。生儿子没屁眼，我们一定见过，可能不止一次，十次，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原来我们才是真的有缘分，他们只是促进我们感情的龙头。784533，我写了一首歌。生日快乐。有必要写这么大张吗？大张点，才够震撼吧？你猜你前任女友看到会怎样？想死哦！有没有多一份？有。那干什么？再死一个喽！1、2、3。要吗？
오빠의손씻고나니제보온지우노이후주제나그에평균아예스타가페프노스아래니의페프노스평균에샤아래니의페프노스평균에샤来来来来来，这边，谢谢。哦，我恋爱了，那我女朋友好像膏药一样黏着，一刻都不放松。嗯哇嗯哇。哎，对了对了，您电话里说什么古怪的照片啊？我是不想打扰你的，但是我真的想不透，又不知道跟谁讲比较好。当然是找我，起码我懂一点点。我收到一叠照片，里面每一张都有我和763092。原来我们常常都是这么近，但是又看不见。这么惨呐、啊，比天各一方还惨呢，惨了惨了，会不会这样子一辈子啊？到了90岁还见不了面？其实你们就在周围的附近。那你在天桥，他就在地面；你在地面，他在隧道；你在隧道，他要到天桥上。哎呀！当我没说过啊！我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地上的影子一样。不好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没有了影子在地上。不要心软哦，我们发过毒誓了。找我干嘛？想复合？太迟了，我已经选择了医生，不选你。恭喜你，找到一个自愿的男朋友。那你呢？找到那个784574没？不是，是784533。随便啦，你真的把它当名字啊？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我收到了一些照片，而每张照片都有我跟他。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是那么的接近。我就说你们没有缘分吧。我跟他是不是以后都是这样？那又怎样？我希望他能开心一点。我跟他就好像是一个人没有了影子在地上。怎么样，聊得怎么样？他也说一个人没有了影子在地上。哎，因为下雨吧。不打扰你们了。啊。小红，小吃店的工作我不做了。这是我家电话，你有事再打电话给我。你为什么写家里电话给他？我给他的是你以前女朋友的电话。可是你发过毒誓不说出去的。我没告诉他是那个女的电话，就跟他自己喽。
如果他心里有我的话，就找得到那个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找不到。哈，哈什么哈？你本来就知道我喜欢他多过你啊，是他没有选我，我才选你。哈，换我说了，要讲就讲。我也是喜欢他多过喜欢你，只不过他不选我，所以我才会选你。小孩子。如果你心里有我的话，就打这个电话找我。走了，么么。Next。Excuse me. Perhaps you could play us one more number. Maybe your favorite piece of music or something you composed yourself. Please sit. I read your translation of Polish poet.Wisława Szymborski 的一首《一见钟情》，很不错。谢谢。中国有一首宋词是黎智怡的，跟《一见钟情》那首有很相近的意境，你知道吗？你是说《卜算子》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Relax, take your time, no hurry here.可以把它翻译成波浪文吗？ This is a piece I wrote for a girl I lost. It's my way of saying I miss her and I hope she's doing well. Shwe yong u shulu tua yang su. On u ye u ischa. Gashde go denia, mi ye go brakuya.Asho yemef shak nat don samon shekon. Kiadish boda shon sashima. Pletes nik nie ik tanskono tamoya. Opasele sana she, poon shiwon she. Plaknen bish tausk nil samno, yakia satobo.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You've got the job. Congratulations.连木马总共十二件，寄到维也纳这个地址，看过没错，麻烦你签个名。
08085951，有什么事情你就讲啊。是我，没什么，我考取了欧洲的管弦乐团，要离开台湾，打来跟你说声再见。我又走了，想跟你说再见。我今年接美国杂志社，会离开台湾，短期内不会回来了。我又走了，想跟你说再见。我今年接美国杂志社，会离开台湾，短期内不会回来了。其实有些事我好想跟别人说，但你知道我没什么朋友。是我，没什么。我考取了欧洲的管弦乐团，要离开台湾，打来跟你说声再见。原来除了你，我也没什么朋友。我最近常常都是这样，在街上会停下来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他会不会经过。最近我真的有点傻傻的，觉得走到对面马路会遇到他就走过去，觉得走回来会遇到他我就走回来，自己走到哪里都不知道。有次我觉得会在捷运碰见他，就去坐捷运，淡水线、木栅线、南势角线，从早上坐到晚上，来来回回的，直到被人家赶为止。试过有一次，我突然觉得他会去书店，我就什么都不做，专程去等。一坐就坐了两个通宵，真的很累。我宁愿离开，去到国外，他一定不在我附近，见不到面也好过一点。如果去到了那里，他还是在我附近，周围都是外国人，见到他应该很容易。他念过一首波兰诗给我听，有一段我很喜欢。时机尚未成熟，变成他们的命运，缘分将他们推进，驱离，阻挡他们的去路。忍住笑声，然后闪到一旁。或是像诗里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已，到了时机成熟，我们就会重逢。我们以前都失散过，十三年以后还不是再遇见。我知道十三年时间很长，但如果十三年后能再见到也很好啊。如果十三年之后见不到，那再过十三年之后见得到也好啊。最重要是见得到。我真的好想见到七八四五三三。我真的好想。7-3092，再见，拜拜。7-8453333，7-8453333，天灵3092，天灵3092。
最后一分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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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Thank you.